Hello，我是加菲，今天咱们吃一个超辣的火鸡面拼盘，全部都是红色系的。先来一个小果冻，很多人问这个果冻是干嘛，就是变细的。先从细盘开始，好辣！我今天放了两包火鸡面料，你们家狗，我在上面吃，它在下面，它也想吃。香料太辣了，不能喂它。大点，这个软糯糯真好吃。蛮好的，火鸡面里面的辣椒。